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哎，来啦，一如。啊，带男朋友来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我知道，莫医生吧，对面医院的青年才俊，咱们店的老顾客了，我都知道。你好，我是向青瓷。过去我们见过几次的，但是我一直没说自己的网名，主要是因为我知道，是的，主要是怕被别人听出来以后影响正常工作嘛。我懂，我懂。你早说呀！你是我今天听说你要退居幕后了，本来我还觉得你挺可怜的，而且盛世这边又有了男朋友，你这得多难呀！圣圣，我磕的 CP 终于圆满了！圣圣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不是，是不能不激动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看到你给我留的那张海报，本来我还挺难过的呢。哦，那张海报原来是他给你要的。那当然了，除了我还能有谁呀？那我是不是算家属了呀？嗯，当然算。我这一不小心还成家属了。我请你吃喝，请你吃喝。稍等啊，那你多拿一点，一会儿我们去录音棚。我全都给你拿上，全都给你拿上，你都拿上吧，记我账上。那可不行啊，都得算我的，谁要是跟我抢的话，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。行，那都算你的。行，那替大家谢谢你了。别呀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，咱都自家人了，自家人了。哦，对了，再拿点你喜欢吃的那个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